应该可以用吧，就你啦。啊，什么？哇，食材看起来好不新鲜哦。哇，好多细菌哦。食材要注意保存期限，定期清洁冰箱环境，保持干净卫生。金黄酥脆，完美。啊，怎么了？万万不可啊！还没熟，怎么就可以起锅了呢？食物应要彻底加热，确保微生物被消灭。生熟时没分开，细菌都爬过去了。生熟时应分开处理，避免交叉使用器具。食材要注意保存期限，食物要彻底加热，生熟时器具要分开。稽查员另外提醒大家，进货来源要清楚把关，生料、半熟料分开冰。营业中记得戴口罩，每两个小时用酒精消毒一下工作台面。食品安全共把关，料理美味送到家。是甜的。